刚贵刚阔爱休困，说到放假大家要求都不一样，就像料理大家口味都不同，怎样才能煮出劳资双方都爱的放假日好菜呢？阿老师薄荷里仔。第一道菜，国定假日全国一致熊公杯。第二道菜，落实周休二日，提高休息日加班费，加班总时数不变，资遣劳工增加特休假，让菜色更可口。国定假日一致落实周休二日。